我是夏夢，歡迎大家收看亞象遊泰國。泰國今天很清涼，好像秋天，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走上去金山寺。畫曬框喺度，今日星期日都冇檔口，所有嘢都係曬。好 Lisa 姐呵，上次 Halloween 嚟呢間食，都 close 咗。Made it.
蛋豆腐啊！呢、這个就是我上次想食嗰间啊，又有炸鬼同豆浆，好吉达。去年初初嚟影相试啊，不过又系太饱，次次都系食好多嘢，永远都系有嘢未食晒。呢个系88%有冻食嘅猪肉煎饺。Yeah.